到金华城案呢，整个的共犯结构是不是已经曝光？我们透过这张图带您仔细来推敲。好，台北市议员的游淑慧说了，这一位呢，杜委会执秘邵秀佩，他其实呢是涉嫌图利金华城案，曾经参与的是2020年10月12号金华城案的关键会议。当时会议之后呢，金华城的容积率就逐渐确认为是560%。好，在9月20号呢，检方认为说他嫌可疑畏罪潜逃中，但是其实呢，他是跟市府请假了2个礼拜时间去日本玩，结果呢，在9月1号已经回来了。好，在昨天呢，问讯了10个小时之后，移送到了北检，今天凌晨请回限制出境住居。柯文哲就说了，他不要马后炮，他要替邵秀佩讲一个公道话。如果一个公文那么多人签字的话，到最后你是不能把责任全部推给某一个人的。好，游淑慧他也认为说，这个吴淑明跟邵秀佩都是过去他市府认识的老同事。那么吴淑明除了是议员应小薇的助理，还有威金集团子公司的顾问之外，金查呢都还是都发局的前任副总工程师退休的同仁。好，依照这个辈分来看，他认为吴淑明呢可能是当过邵秀佩的长官。他说了，邵秀佩在金华城里是什么样的角色，他并不知道。但是呢，5、6月份的时候，他开始在阅卷就发现了意味的协调出席的人就是谁呢？就是邵秀佩。所以呢，游淑慧觉得有一点点的异常，他也去跟这个邵秀佩聊天。那么聊完之后，他觉得说他跟市府所提出的疑虑跟预警，但是呢，他不知道到底邵秀佩的角色是被逼的还是怎么样。这一点呢是有待于司法检调可以继续来理清。好，不过游淑慧也指出了，这整个金华城案呢，还有一个被告吴顺明，他真正的身份是什么呢？他是威金集团子公司兆兴公司的顾问，但是他还是都发局前副总工程师，也是呢刘德勋监委在监察报告当中所采用的那个关键证人。好，刘德勋呢，监委呢，他在整个的这个调查报告当中引用了吴顺明104年的关键证词。好，这个证词是说，据我理解，容积应该是560%。当时杜委会大会在我担任记录的，但是呢，在之前所提到的第379次的杜委会会议记录，吴顺明呢就应该这个会议记录的人明明提到说这个容积率是392%，但是他就是罔顾整个的议会记录的内容，他做一个误导的证词。但是监委呢也没有经过调查就采用了吴顺明的证词，所以呢，这游淑慧认为非常奇怪的是说，明明很容易查证，但是呢都没有人要去查当年的都委会的这个会议记录吗？所以他希望呢检调呢还有监察院可以一并来查清楚这个部分呢，要了解。好，尤其是奇人异动的是呢，这个刘德勋啊，他在卸任监委之后还到了金威集团旗下基金会当董事哦，所以这个部分呢要函请北检好好来进行调查。好，另外还有就是整个的金华城的分工也都明朗化了，法院也认证的，包含的彭振声还有应小薇跟沈庆金，他们就是上层的关键角色。彭振声当时呢，他是台北市副市长，也是呢台北市都委会计划会的会议主席，好，也是呢金华城案的 PM 专案的管理人，所以法院认为说他对整个的金华城案的犯罪事实应该是十分的熟悉，好，也是整个案子的中上层，也是关键的角色，而且他是所图利的利益贿赂的金额是极为庞大。好，另外还有就是应小薇，应小薇他是透过自己创办的中华华夏希望关怀协会收受了沈清金的汇款，替金华城案来澄清，而且他曾经呢自己带着沈清金来出席都委会的会议，他甚至呢还叫都委会公务员到自己的办公室来问说，你为什么不支持金华城案？好，另外还有就是呢，我们看到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吴顺明，他就是应小薇的助理了啊。那他呢，曾经是台北市都市发展局的副总工程师，在整个的应小薇团队当中，虽然他是无几职的，但是他也身兼的威金集团旗下子公司兆兴公司的顾问，所以他是有两个身份。好，一个就是接受了兆兴公司的薪水，替这个威金集团来处理土地开发。那另外一方面呢，他是应小薇他助理名义出席的协调会，施压公务人员。好，我们就来看到了整个的案件。好，另外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呢金华城案的检联传唤的金华城关系人，这位呢就是在
北市前兵役局长朱雅虎，而在讯后是请回。所以外界在关注说，那这位在好市府的前官员，后来他也转到了精卫集团子公司鼎越开发。这位朱雅虎，他在整个案件当中是不是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呢？好，但是呢，有知情人士透露了，郝龙斌跟朱雅虎是闹翻的。好，的确是因为呢，这个朱雅虎后来转任到了精卫集团底下去做事情，本来这个威金集团底下去做事情啊，本来呢朱雅虎都会参加好市府呢卸任首长的聚会，但是有一场的聚会他跟与会的人呢闹翻了，所以呢后来他也被退群了。好，现在整个案件还有一个就是呢雨果市场的改建案，柯文哲是不是图利小省50亿元呢？好，不过中共表示了会就简书培的不实指控现在会提告。好，这是我们看到整个金华城案哦，整个的共犯的结构的曝光。好，不过我们重点人物呢就是邵秀佩，他涉嫌的图利遭到了检联的约谈之后限制出境出海，但一度传出他遭到指控是畏罪潜逃，但是呢后来被打脸，是北检自己没有约谈，漏掉这位金华城案的关键共犯。那么立委王宏卫就痛批了北检对于邵秀佩呢行踪的掌握是完全失灵的，这天下第一号检察官怎么出这么大的包呢？让外界难以接受。因为金华城这个案子啊，是社会各界所瞩目的。它不但是台北市政的一个大型的一个开发案，而且呢也牵涉到一个很大的政治层面。那北检在整个的办案过程里面，可以看到真的是有拉差的部分。那么除了柯文哲他无保请回之外，特别对邵秀佩，他们对邵秀佩的行踪完全掌握失灵，然后人家是请假然后出国，如期回来，既然北检完全没有掌握，反而变成是他声压彭振声的证据之一啊。那这一点大家是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啊。那么北检这次被外界所讲的就是端骨啊，就是好像天字第一号的这些检察官，但是呢竟然可以出现这么大的包，那么这也是让外界很难去接受。因为我们特别在讲，就是说在司法办案除了你要超然公正独立之外，那么更重要的你要取信于社会大众。那在邵秀佩这个案子来讲的话，你难免会被人家认为你是有罗织罪名的感�觉。好，金华城的容积率840%，现在引起了争议，但这把火呢也烧到了高雄国宾饭店，它的容积率居然是高达了1142%。而高市府强调是依法申请，但是呢高雄国宾在111年1月突然申请变成了危楼，直到隔年才歇业。有市议员质疑当时只有一名的技师鉴定，而且呢市府还拒绝公开鉴定的报告，让外界质疑是多危险不敢让人知道呢。民众举起抗议字牌，要是政府说清楚高雄国宾饭店为何被判定成危老建筑，甚至容积率可以达到1142%。我们就觉得很讶异，说为什么可以盖到那么高？原来他拿到容积奖励，而且他去申请危老奖励，被判定危老说继续营业是危险，很明显的妨碍到使用这个公共建筑物人民的权利。外界质疑声浪一波接一波，国宾容积率破千到底怎么来？建管处解释，依照危老重建条例，从第4条到第7条，容积奖励给出26%，又因为提早申请增加奖励10%，所以共计36%，让原本82年建造的国宾，原本法定容积率840%，加上111年申请的容积奖励，居然达到1142%。说是依法取得，但申请危老建筑通过却还在营业，也就是说，在111年1月11号判定成危楼，隔年才歇业，但国宾一夕之间就变成危楼。网友跟我讲说：“谢谢你议员，我才知道原来我结婚的地方是危老建筑。”请问一下，这中间市政府什么都不用做吗？更让外界质疑的是，强调依法合规的容积奖励，但鉴定报告却是完全保密，除了封面，里面白纸一片。所以就这个个案，我们会严加审查。保密的还是告诉我是国宾饭店的智慧财产权？那请问一下，容积不是公共财吗？所以其实我6月份就已经检举了，然后一直到现在
忽然给我一个新闻稿说，客证办理中，只靠结构鉴定给了国宾维老容积奖励，但鉴定内容真的有危险吗？谁都不知道。要求公开报告书却从五月拖到九月，也让外界质疑是有多危险，不能让大家知道这破千的容积率到底藏有什么秘密。记者宋佩晨、林智慧高雄报道。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其实是气色好，肌肤保湿做得好，气色自然漂亮。我选择 KS 皇家呵护芦荟保湿舒缓凝胶，因为它用国际芦荟协会认证高品质的库拉索芦荟，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类似于玻尿酸，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还运用 TTS 技术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KS 皇家呵护芦荟保湿舒缓凝胶，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呵护您，呵护全家人，专属你的 KS Royal Care。